新年新气象，大家拢希望伫未来一年有好的发展。罗岗天后宫伫每年的初四拢会拔出行业签，提供民众来做参考。农业十股第四十五首，一杯。一杯一杯的拔，罗岗天后宫是来向妈祖请示今年各行各业的运势。在拔杯结束了后，渔业、糖业、农业、工业和建材是抽出不错的上上签，利用杂货和印刷业是抽到运势较歹的签。今年基本上最好的行业在我们的糖业、还有农业、米粮、渔业、还有工业制药类，还有这些建材商都是不错的，所以可以好好的去把握，就是今年一整年的运势这样子。但是在我们的日用食货商还有印刷商的部分，可能在这一年的话，就是可能会比较运气比较差一点点，所以要比较谨慎的去行事，然后可能才在一年比较会有转机这样子。天后宫注意表示，这签师只能分析运势当作参考，假使什么拢无做，就算搁较好的签，嘛是同款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陆港采访报道。